宝贝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这是啥呀？这草莓，白色的草莓。摊完熟，你给我它干啥呀？你懂啥？你们俄罗斯没有这个白色的草莓吗？你别骗我了好吗？你没熟的草莓，你给我买干啥？打开，我给你吃一个，你看看。行，你给我吃，我特别想看。他就是没熟，我可不敢吃。没熟没熟的，啥也不懂。给你买，这是好吃的才给你买的，你还说，你不吃我吃了啊？你吃吧，我也不愿吃。我来一个。没熟的草莓谁爱吃、啊？我替你尝一个。我看看。嗯。瞧。特别有草莓的味道，特别好吃。真假的？真，你要不要尝尝？你骗没骗我？没骗你，你尝一口。真的吗？没事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怎么样？确实，这么好吃、啊。你老公对你多好啊。有点酸，但是特别，真有特别草莓的味道。是吗？嗯。行了，别吃了，剩下都我的了。吃了我吃吧，不给你。